纪队。和搏击、实战训练等四大项目，请看超演。收听带的超演项目，护身导法。预备。文有太极安天下，武有八极定乾坤。八极拳又称耙子拳，此拳刚柔猛烈，脚法灵活，拳法细腻，是近代史上包括重要官员之大内武术。训练时讲求稳、狠、准，至于用、发挥，属于短打拳法，其动作极为刚猛。在技击手法上讲究寸截寸拿，硬打硬开，真正具有一般手速，拦、捅、扑、靠、攻、他之特点，发力于脚跟，行于腰际，换手指尖，互爆发力极大，极富有技击之特色。由于八极拳动作刚劲，无实无华，发力爆猛，既有撞旁撞天刀、剁椒正交斗之势。因此，中华武术传承以提升个人修身养性，提高武术技艺和武德为目的。其八极拳精神讲究十六字诀：忠肝义胆，以身作盾，舍身护我，临危当先。万字格斗。
速记纪要，如正手刀、反手刀、横割刀、急劈刀等应用技术。接着看到，开始。等一下，真的要去拍。我以为他整个都是老师的事情。没有没有。支持的。开始。特战队员临战经验，因此在战场上皆能蓄情
展现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磨练，才能彻底发挥体能战绩局限。起！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掌声，感谢陆军特战指挥部所带的精彩战绩超演。立兵，加油！蹲！战绩队去年接受 Discovery 探索频道的邀请，参与节目的陆军将台湾特战部队刑讯精炼、勇猛顽强的一面，透过以上画面传送国内外，充分展现国。